暗焰点燃的故事，终须以暗焰终结。觊觎家产，伤害无辜，你已让塔列朗的荣光蒙羞，是时候清算这一切了。把你放出来是因为一份责任，阻止也是因为相同的责任。悉数奉还。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？守护塔列朗，我会不择手段。现在看你接不接得住了。多余的操心。